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活在五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illy。 哎，那我们这个竞选的时期啊又到了，那我发现呢，很多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或者说这个社交媒体上呢说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华人开始站起来，想要走上政治这条道路。那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政治这条道路呢，我们的华人的声音才会被主流社会所听到。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样一位市议员的候选人，他呢就是我们 Markham 的市议员候选人 Charles 蒋先生。蒋先生您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我们的节目间。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能不能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蒋家庆 Charles 蒋，我来自中国。28年以前我离开中国移民首先呢先去美国就是留学和工作，一共居住了10年，在加州所谓的硅谷，是18年以前来到万锦，所以我在万锦这个社区，就在我参选的12区啊，居住了整整18年。好，谢谢蒋先生啊。那其实我们知道您这次是要参加这个Markham 的市议员竞选，那我非常好奇，您是怎么会想到要走上政治这条路的呢？对，这个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这个我3年以前吧，有朋友，其实是我自己教会的朋友，说您有没有关心现在政府在推行一个新版的教育大纲？我就开始说性教育大纲，然后我就关心了。我通过参加几次的示威行动，包括这个到 Queen's Park 市民组织的游行，然后很多讲座，我就开始关心到说原来这个性教育大纲，其实政府在没经过这个民主程序的这个咨询的情况下就强推出来了。我就开始关心这个政治跟我们社区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接下来几个月以后，我也关心到了这个当时的联邦大选，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到我们华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就是大麻快要合法化了。所以我在我的社区呢积极地投入了那个时候的联邦大选。那一步步走过来，我后来也参加了安省刚刚结束这个省选的我的提名选举，虽然没有成功成为候选人，但是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找到了很多我的 fans， 很多朋友非常支持我。这次呢受大家嘱托，说蒋家庆，你既然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非法入境者，我需要您成为我们的声音，请您出来选市议员。所以呢我现在出来了，被大家推出来参选万锦市市议员。好的，谢谢蒋先生那您刚刚也说了很多您参加过的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您为这个华人社区做过哪些努力。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其实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说，您原来的学位是工程师对吧，在工程行业，然后也在 IT 行业也做过我也做了17年的理财公司的manager， 到目前你这么过来怎么又改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偶然中真的有必然。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我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校友会，首届校友会的秘书长。来了加拿大之后，我也积极的投入，把我们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也一起跟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成立。一步步过来，我一直希望能在社区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能做一些事情，树立我们华人第一代，我们大陆背景的移民这个新的形象。之前我很荣幸的这个看到，就是说之前来的比我们早的台湾来的移民香港来的移民，在政治上走得远远的比我们前。是。那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华人从政的这个热情进一步的提高。我作为一个大陆移民，我觉得经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为我们的一代半和二代的这个移民能够做一个榜样，能够去培养他们进一步这个融入社区有的时候他因为父母可能语言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不受到鼓励，不走出社区去。那我在硅谷这些大公司也上过班，经常碰到的就是您到了差不多了，您就马上就撞上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您上不了这个高层。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如果参加这个政治，有幸成为这个华人大陆背景移民
第一代能够成为这个市议员，我觉得会对这些一代半二代的移民啊，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前几天我带着我太太，带着我两个儿子，现在还在上公立学校，去拜访选民，很多各族裔的选民就这个点赞，竖大拇指说啊，你们全家，其实我代表的不光是我们这一家，代表的可能是华人的形象，说啊，有华人也参与社区，在关心社区，关心这个社区的安全，然后出来从政，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支持，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我最想做的是，作为一个第一代大陆背井的移民，能够尽我的一份之力，去为大家服务，奉献我自己，给社会服务。好的，谢谢蒋先生啊。那其实我特别想要知道啊，如果假设您这次竞选成功，那您想为我们的社区做些什么呢？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有哪些事情，或者说有哪些项目是你特别关注的？是，我大概三年以前我就在约克区警局的我们的五分局，我们五分局是包括曼景市和隔壁的 Stovall 这个 town。嗯。我跟这个 superintendent 在讨论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邻里守望计划没有了，他说早就不存在了。所以呢，我就积极的和我们的警局这个分局长一起去电台，我们去做科普讲座，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one on one的讲座，包括在咖啡馆跟别的警官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万景市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个 neighborhood watch group 已经形成了啊，有好几个做得非常成功。因为这两三年以来，我们的社区安全啊，在万景市包括隔壁的烈士啊，这边施家堡啊，都有很多的所谓的偷盗落实事件。我们华人可能名声在外，说喜欢在家里面存一点现金啊，做小生意的比较多。我们万景市也有南亚人，很多社区呢被关注。所以呢，我希望在社区安全方面能够更大的这个高度为大家服务啊。我跟警局的关系非常好，我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也来知道说警局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您有心想去做一个警察，可以跟我联系，告诉你们年轻人除了律师，除了医生，除了做工程师，除了做科学家，还可以去做这个警官，去做警察，是个很好的职业啊。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为我们这一代的华人做出个榜样，也为下一代的华人啊能够做一个平台为大家服务。好的，谢谢蒋先生。那除了这个你刚刚说到社区安全，包括年轻人其实也可以有别的职业路线选择，包括警察那除了这个社区安全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是您如果当上议员之后会着重注视的呢？这是我最关注的，我而且也是应该讲来是唯一一位旗帜鲜明的站出来挑战我们现在的这个社区里面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地政府，我们万景市要把非法入境者庇护到万景。那这个非法入境者这个事情，当然是我们现在联邦政府这个移民难民部做的不利。但是把非法入境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任何可疑的来历，直接走进了加拿大，所以叫非法入境者。那放到万景这样一个很小的城市，我们本身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廉租屋啊，很多的资源去庇护这些需要被帮助的暂时到加拿大来寻求庇护的这些这些家庭。我觉得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需要充分的考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决定太仓促，需要经过和市民好好的交流咨询，才能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是旗帜鲜明站出来说，我反对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庇护到这些所谓的非法入境者，寻求难民身份到万景。谢谢蒋先生。哎，那我还看到您有一点说是公交调度，那您对这个公交也有所这个了解，已经有想要改变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对，我觉得公交在加拿大这个，尤其在大多伦多地区，这个公共交通是非常重要的。18年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知道多伦多有一个很成功的 TTC。我们万景市这用了。约克区吧，用了好几年时间在7号公路，我家就住在7号公路，所以我之前在西边上班的时候，我每天来回，我发现跟大家一样都是怨声载道，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七号公路建得好像很漂亮，但是呢，唯一的缺憾就是三分之一的道路给这条公交道用掉了，但是没车在外面上面走，而且这个公车走来走去都是空的，所以很多选民我最近在交流的时候都说，这个七号公路简直是一个悲剧，是个 disaster， 因为我们大量的税金啊去建这样一个公交，到底我们的市民是不是受益了？我觉得我很认同现在新的省政府的做法，说给 TDC 进行管理上的进行调整，有可能把它 take over 到省府去。我觉得把所有的公交系统能够整合起来，大家能够协调，比如说坐在北边的你坐不了 Viva 的，能不能用那个小的 shuttle bus 把他们接到这个主要的干道，让更多的人享用公共交通能够去用。我们不可能建了这个公共交通然后没人去用，所以我觉得协调是非常重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用公共交通，这样的话呢路可以更畅通。好的，谢谢蒋先生。那在最后的蒋先生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多伦多华人说的呢？是的，我想跟所有的我们的华人朋友，所有在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鼓励大家走出来关心一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啊。10月17号呢，大麻合法化了，我在万锦市，我如果选为市议员，我会坚定地说不允许在万锦市建大麻零售店，因为这个大麻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如果有人这个抽了大麻，连警察的警长都告诉我了，他们的这个技术根本没办法探测，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路上开车不小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大家来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每一次的选举，因为不管是市选还是省选还是明年的联邦选，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的社区。我之前也可能跟很多华人朋友一样，就是高高挂起事不关心。为什么呢？我觉得政治跟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作为一个移民，我怎么可能去关心这个政治所以今天我站出来，如果有幸成为您的一位市议员，我希望让所有的华人移民能够看到，我们华人非但可以移民，我们也可以创业，我也可以成为这边公司的老总，也可以来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您去投票支持我这样的有心的人，去成为你的代言人，成为您的声音。我的口号是爱我万锦，为您服务。谢谢大家。好的，谢谢蒋先生，也谢谢电视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拜拜。